盐城镇的镇长，好，我负责养牙孤威哈，哦，我姓杨，我叫杨淑慧，哟，杨小姐，嘿，大家好，美女。所以我们现在领养已经有两个站了。那华山基金会从民国88年成立开始，我们就在各个区，我们都有一个建一个站到两个站来服务我们在地的弱势的长辈，就是照顾一些失能、失智，还有失依的长辈。那因为老人会越来越多，我们希望在长辈最后的时间是有的在关心他的。祈求信得做，可以带我大家合家平安。
阿达身体健康，好，阿达万事如意，阿达谢大家哈。平常也很协助华山基金会啊，送白米，送什么？我们的长辈，你平常拿的白米哦，那个部分就是从义诚堂捐过来的。好，所以一个基金会能够成立，真的是不容易。而且我们现在照顾全台照顾20,000多人的已经过世长辈，这个真的是太多人的帮忙了。对，好，那在这边呢，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一个在区最大的一个加大家长，就是我们区公所的代表，我们的陈小姐呢，高兴，帮他们摆满当中，决定来到现场。好，我们请他为大家讲一下话。好，拜托我们的很好听。好，刚才一号，那么怎么样？这么多人在下面就坐了一下，这么多人啊。阿妈，你好，那个你们没有在这里的陈小姐。感谢我们义诚里的里长很真诚的对大家讲，他讲了一句话，
因给你送餐，你有好食无？好姐姐，伊送给你食，你有啊？有啊，食好。啊啊，有准时给你送无啦？有啊，有啊。啊啊，小小给你食嘛呢哦？嘿，小小。安尼哦，啊，不过你话是，你卖食边啦？伊讲准备爱食哦。无啊，因拢恁内底人拢会送伊，我食我都无煮。我都拢无紧着对，啊，拢好食着对啦。我都无煮。安尼，啊，送一顿着对啊，中昼还是暗时啊？伊拢中昼几上？中昼几上？安尼啊。啊，有小小给你吃，你就对啊，未讲送伊零几几安尼哦，没有，啊有甲你关心无啦？有啊，有哦，啊你有感觉感动无啦？哦，我足欢喜，足欢喜吼！哇，恁华山拢一直进步，一直进步。对对对，啊恁咱吼，啊恁个支持安尼吼，啊人个爱心，咱爱个鼓励安尼啦吼。对啊，对对对。老人都有这爱心的。嘿啊，你看，逐工安尼无闲的吼。啊，你看，便当小小搁去。哦，小小送去安尼哦。我搁烧烧，安尼哦，阿妈你通食哦，搁甲伊讲阿妈你爱食安尼哦，阿妈你通食哦，安尼哦，哦，真好诶，安尼哦，啊有捌送水果你食无？唔捌，哈哈，我怎啊去建议哈？讲三宝时啊煮一下金蕉啊啥来食哈？好，安尼赞啊吼，爱去支持哈，爱甲小朋友阿爸些去听咧。哦，爱甲送去个感动吼，个感激安尼吼。对对对对，咱共嫌歹食，爱讲好食吼。袂啦。袂，我真好食吼。真好食。真好食哈，爱饭个足甜袂。袂。袂啊，伊知咱要食较嫩少个安尼啊。伊知老人去食较嫩少。哦，安尼对啦，安尼有关心对啦，袂我袂甲你用着对啦吼。有啊，赞赞赞。谢谢。好，感恩哈。